毛然后把它搭扁。点会啊？成家车祸。十九啊？几车祸啊？我剩翻系十九。黑色呢队波叫 wave 啊。咁啊，唔好十九，十九翻翻查。慢板见到未啊？有啊。前女七号，翻去前女十一号，打前女二，打咗十一，打一比，哇争少少，七号篮板，七号三分，七号两分球，十二号篮板，十二号篮板，三比，四号偷波，真系好聪明啊！抌人只只脚都系一个办法啊！即是下次一抌人哋身体，抌人只脚，最紧谂翻个球权啫嘛。我喺度中佢哋，算系啲中锋嘅话都好准喎，两分啊！十一比六。我記得六號第一個位，我覺得係啊，二比二啊，喺呢個前面係前頭，係啊，點搞啊？好，我知啦。睇下你射嘅先，五十五號喺八號啦，十二號籃板，十二號籃板，頭先白色你計十一號籃板，我第一個你計十一號籃板，但你 mark 錯邊啦又，白色喎，咁呢個白色你邊邊個？而家白色係邊邊先？咁你呢單板又呢單板條件？唔係啊，即係分到兩單板。咩分到兩單板？即係呢兩行。有啲唔明你講乜？冇犯規啊！冇犯規。一比二係兩分嘅。四比二啊！啊，黑色有冇人犯規？一號板板，頭先你話射三嗰個應該係二號，我估。呢度啦，喺呢度射一粒板，係嘛？呢個板已經埋咗，因為睇咗呢個射，之後射呢個試下嚟，最後分十九。反擊的速度喎嚇，黑色啲反擊做得唔錯啊！
好靚啊！呢、這個架身，哎呀，爭少少。呢個假身做得唔錯啊，揀個左手邊去啊，我抽唔到，但係有走步啊，球仲冇推入。呢球嚴格嚟講係走步啊，行咗先啊，再拍波。拍得太多啊！四號應該傳俾隊友嘛，你哋已經出現夾擊啊！五號入到一計，嗱連續兩次嘅快攻俾人打到啦，都係防守做得好嘅白色。四号得翻，四号篮板，四秒再嚟个啊！哎，靓波！大家以为传波嘅时候入得球，两分啊，六比十。哇，唔够力啊，分明啊！換了人啊，黑色兩邊都換了人。好靚啊！呢球真係25-5。呢球每一陣即係個 cut in 接波接應嘅接拍做得非常之流暢，證明呢班波有練過波啊！喂，唔好再踢彩啦！鏡頭跟住你一個，55-5啊，兩分啊！第一次已經出現兩個針步啦，證明大家係防守好拼命啊！嗱，佢死位度啦，要出翻嚟啦，十號到幫佢，哎呀，接唔到啊，接唔穩啊！不過十六號通呢條路係啱嘅，因為個隊友佢死位係一定要去幫手啊！哇，真係咪得咯？012，係啊，零一二加一步嘛，012咯，以前係01嘛，而家012咯。佢話我專登行到步嘅球證睇下先，咁啊，係啊，真係行到步嘅，係0044多咗一步。仲有一分鐘，八號，八號起手先，哎，走波八號，犯規12號，嗱，學習佢啦，學習佢嘅手法啦。已經過咗兩手咁樣行，少少行上嚟12號啦。學習呢啲手法。八號抽波啊 ！OK。八號啲反應幾快，同埋啲射三分都姿勢都靚。希望呢球入咗啦，俾自己一個鼓勵都好啊，獎勵啊！而家仲有20秒。冇得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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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啱嘅。10秒，14，10秒，11，3分，5入，3秒，2秒，1秒，停。
頭三節最後二十秒係冇得換人啊！頭三節十秒啫喎，差14-9啊 ！Essence 領先緊5分啊，第一節。